棒球周报中职懒人包，这礼拜先带大家来到南台湾，看看拉米狗的球员动态。拉米狗桃园队在屏东球场进行第二阶段春训，前旅日好手许明杰也趁着这个机会和球迷进行近距离的接触。我觉得或许大家认为说我年纪大了不适合先发，我想要告诉大家说，棒球不是年纪大的问题，是有没有实力跟有没有技巧的问题。那能不能投先发，我觉得我绝对我可以胜任这个位置，所以说我对体力方面我完全没有在担心这样。除了要尽力表现之外，鸟阿也希望把在日本学到的宝贵经验传承给后辈，一起拼个总冠军。镜头转到龙潭，我们再来关心一下中信兄弟的近况。中信兄弟本周敲定了不少球员的新合约，包括了王胜伟、林恩宇等等，都已经谈妥。而先领队陈振宏也在22号首度公开露面，为春训中的球员加油打气。球队要赢，有时候不是光有几个好球员，更重要的是那个整个团队的配合的。所以我认为今年，据我跟总教练的谈，他是认为今年我们真的有很大的希望，所以我这对方面我非常满意。洪医师则是在练球之余进行了一场另类选秀。新伟，来笑。今年我有个任务给你们，是今年的球迷会有你真好，我想很好，让你们当队长，要带给球迷非常的尽兴。为了答谢球迷们长期的支持，狮子军在2月中旬准备了年度感恩会，要让平日认真打球的选手有机会展现另一面来娱乐球迷。PK 的内容除了唱歌跳舞等等基本项目之外，还有不少有趣的活动，来让球员球迷一起互动，十分的值得期待哦。至于义大犀牛队，则是在有包大人之称的总教练大威的建议下，要升堂啦。威武。Welcome to the 2014 Eater Rhinos Kangaroo Court. Okay, I mean, let's go introduce the. 下面介绍你的法官。我们的第一个法官就是我们去年的五冠王林奕泉老将阿福，还有胡胖虎胡金龙。义大犀牛利用休假前夕召开袋鼠法庭，让球员教练互相爆料，举发队友的不良行为，增加练球趣味。法官，法官。然后我们现在抽出第一张，被告是外野手李家驹，站起来，李家驹要出来，你要怎么样？还没，你要先。Reason， 每次笑的时候牙龈都跑出来，你有没有醉？他最近没发生什么事，就觉得他很好笑。哦，还有一个，我不知道是你老，你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是你老婆写的还是这样？有小孩不顾，只会在房间打电动。这个哦，是三个。啊，第一位遭到举发的李家驹，被告的3项罪名最多，不过只顾打电动不顾小孩的行为，让三位法官也一致通过罪名成立，罚款100元。这是选手上面那一层的，教练级的哦。他有2张，嘿，举名利，耶！进，穿一所大学棒球队衣服，开义大犀牛教练团的会。第二个是没有一开始跟着球队春训。你要上诉吗？要上诉吗？我想这个是欲加之罪了。啊，我现在是身不由己的啊，一切是听命行事啊。那我想到大学或是到义大犀牛，我觉得都很重要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罪是多余的，我要上诉啊，这绝对是欲加之罪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第二个跟没有开始参加球队春训。不需要到我嘛，对啊，我们球队人才这么多，干嘛还要希望这个年纪大的呢？OK 啦，这个也是多余的。好，那这个大伙就讨论结果如何？你们呢？你们是法官，当庭释放啊！当庭释放，如果下次还有的话，就真的要。OK 啦，好了，谢谢了，当庭释放。哎，good job。还有吗？还有。
除了李居明教练遭到诬告之外，三毛林英杰也因为罪证不足而获得当庭释放。100块，上市成功。这个外号 Old School，Old School。哦，啊，这样不好意思啊，请你起来一下。对啊，偷吃橘子。这谁写的？就橘子而已嘛，还要罚钱哦。啊！在跑垒的时候你在扑垒，他在里面偷吃橘子。从执行到现在，我就这么一次就被他抓到了。哇哦，好眼力啊！不仅老鸟犯错会被揪出来，就连原先只是看好戏的两位旅美球员蒋志贤以及林子伟，最后也惨遭陷害哦。被告蒋志贤、林子伟，出列。耶、yeah, ，主力快点，快点啦，快点，快点！耶、yeah, 啊！这个谁写的？这不错哦。好，开始了念人的罪状。来春训，不穿义大衣服，吃东西、训练、打球，白吃白喝。等一下，哦，快点，你要申诉。我们还没有吃东西。我还没有，我在这边还没有吃到一大的东西哦。快点，法官。你觉得嘞？哦，河水，白水，水果就白吃。好嘛，我等下去买一箱回来嘛。我谁那么小气？这个是我们写的。哈哈哈哈哈。OK。500有便当哦，下次来就有便当。那加布丁吗？对啊。对。中午开始就有便当了。你求生于你们了、啊，你们三个。那就有罪了哈！强迫的，强迫的，来了 ，OK， 我能说什么呢？就这样啦，有罪 ，guilty， 100。OK， 第一次的开庭让全队练球气氛顿时轻松不少，每个人的脸上也都挂满笑容。中职懒人包会为大家持续锁定义大的袋鼠法庭，大家可千万别错过喽！要诚实，我很诚实啊，我不会像骗人的小孩的。你的绰号是什么？大麦。为什么叫陈俊俏？因为我很英俊又俊俏。那你觉得你哪里俊俏？脸。老婆都怎么叫你？亲爱的老公。你加油歌唱的。音浪啊。最喜欢台南的哪一点？台南的相亲。今年表现出色，最想感谢谁？感谢老婆。请举出两位 UNIQ 的成员。爱丽丝 ，Apple。假日比赛跟平日比赛的差别是什么？假日比较微。听说你很会模仿，那你觉得你学谁最像？刘德华。当捕手的时候最讨厌接到什么球？就挖地瓜的球，超讨厌。最喜欢的复古歌曲是什么？音乐。球队里面谁最爱放歌？放什么？鸽子。放鸽子。邓志伟。谁最常跟 UNIQ 聊天？我没有。那你觉得刘德华跟黄立行？谁比较亮？你学哪一个像？刘德华。真的。嗯。那再学。曾经年少爱追梦，一心只想往前飞。黄立行。我掉了。当然，咱们棒球周报棒球嘎一咖的时间喽。今天阿嘎又要让球员讲出什么样的关键字，帮助大家谋福利 A 好康嘞。哦，看阿嘎穿着兄弟像的战袍，笑容满面。摸本周的来宾是他最爱的恰恰彭振明吗？啊，我看球都还伸手了。想当初啊，我嘛是大学游击手出身的啦，好不好？哎，今日要来邀请今天的嘉宾是这个啊，统一师的普浩。普浩斯高国庆，听说啊，他守过一垒、三垒，听说他心里面有个小小的梦想，想要守游击呢。哎呦，哎、欸，你来吧，高国庆想要守游击、啊，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那来给他讨教，我们看能不能套出这句话吧。好好好。
不对，今天蔡阿嘎要挑战的任务就是让高国庆讲出关键字我想手游棋。有看过国庆之前快问快答的朋友应该对他傻乎乎的个性印象深刻，看来今天阿嘎是选对人喽。想手游棋啊？ Hello， 帅哥一个人吗？帅哥一个人吗？哎，国庆哥哥，国庆哥哥，真的是不离不弃的。哎，不离不弃是我兄弟呢，对啊，都要卖掉了，还是看一下。对对。哎，兄弟就来了。没有，我们今天就聊一下棒球手背嘛。手背，你如果讲到手背的话，这就是我的专长了。你的专长，真的吗？那还要说？是手手背还是？哎，两个都是，两个都是，都是专长。我说，哎，手过哪里啊？国庆，手过。哎，我手过一垒嘛。一垒嘛。哦，游击嘛。游击啊？三垒嘛。对，一垒三。游击手背率零。啊什么？对，你有手过游击？两颗打来，两颗都失误啊。两颗什么？有站过吗？有啊，去年啊。真的吗？没有，我都害羞。就是因为那两颗来之后，我又被叫去，又被叫去三垒，去三垒了，是吗？那你应该有小小的梦想吧？你应该有想，就是希望就是在职业生涯看可不可以蹲个一局的捕手了。蹲捕手，捕手，那投手的梦想吗？投手的梦想，投手那是儿时的梦想，儿时的梦想，现在顺其自然吧。小时候都觉得投手比较帅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小时候也是投手出身的。哎呦，对，有人在本垒板出生，我是在投手丘出生。真的？妈妈在那边吗？刚好走到投手板。我只能跟我，可能爸爸妈妈在约会的时候是在本垒板。还好生出来脸没有像本垒板。还谁哈？打个岔了啦，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你们从哪里出生，是要聊梦想的好不好？你们想走哪里？看一看这种年，看这种年纪哦，如果还要挑战的话，应该就是三垒指导员了啦。三垒指导不会，你背力还够嘛？背力还够啊，对不对？三垒比较远嘛，那么比较近的可以传得到的。好了，讲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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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梦想，梦想哦。你想走，有没有想走？其实守什么位置都对我来说，其实都 OK 了，都 OK 了，但是碍于脚程的问题，脚程的问题，外野是不大可能的。哦，有，但是以我的不会啊，以我的背力来讲的话，三垒还可以，三垒还可以哦。那如果可能，比如说背手会有点酸啊，比如说哎传比较近的有没有兴趣？传，比如说你想手，那就那如果要比较近的话，就一垒而已啊。传球啊，说不是传球，传球，如果比较球近的，你会想手。对啊，我听那个其他当然球员就是游击啊，游击你哦，真的吗？游击是一场球赛里面内野的灵魂人物，灵魂人物中间的啥就对了。所以你其实有个梦想会是看可不可以把游击的守备率拉高一点，就是记录不要那么难看。对，现在是零，现在还是零呢。对，所以你会想哭，我们对着镜头跟这个教练好不好？教练团，好了，教练。其实国庆哥有个梦想，就是我们曾经打个交易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是说希望能够在三垒退休嘛。对对对。但是我也知道我的能力在哪里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所以退休之前，对游击手这个位置，偶尔还是可以让我玩玩。对，所以我们大声讲出来，你想要什么？游击手。完整的，我们叫做什么？等下，重来，重来。要说什么？说好。我们没有套好，你没有套好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想什么？你想什么？你想什么？等一下，我在这个退休之前，我要在游击手把我的守备率拉高。所以你就是，如果五个字的话会怎么讲？哪五个字？嗯，我们请猜题。等一下，他们要说。哦，拜托哎，你们这样真的好像有点犯规哦。这样子以后干脆比手画脚猜答案就好了啦。阿嘎，你再不快点让国庆讲出来 ，Time is up。对，他为什么要五个字？对，口号比较顺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了哈，有概念的，这样比较有力道，这样比较力道。高人呢？啊，高人，高人，我想要挑战游击手，我想要挑战游击手。乱射，哎，乱射，耶！
有没有一滩雾水？到底在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对，其实我知道了。那真的吗？有任务？如果我如果早一点答对的话，我就没有镜头了。对，这样不正常。哎呦，这样有梗哦。恭喜阿嘎，贺喜阿嘎，总算帮大家 A 到东西啦。只要怎么样拿到高国庆的签名 T 呢？哎，密切注意我来体育台的官方粉丝团就对啦。任务圆满成功，耶！Yeah! 所以不是因为左手，我左手最紧张嘛，最紧张。所以，哎呦，总教练，你还是把游击手的重任交给陈雄基吧。第三垒就好了，都是无畏场了。观众朋友所喜爱的大明星家教又来喽！今天棒球周报来到号称传播界摇篮的世新大学，看看这支飞科班的乙组棒球队是说的一嘴好球，还是打的一手好球呢？因为我们学校的男生很少，所以我们要找到男生来打球其实很不容易。有这些球员就已经很好了，然后我们很团结，我们大家虽然实力都不好，但是我们很努力。我们特色呢，就是我们球队的加油歌很多元，什么歌都有。哦，那多么那哇，芭蕾哇，芭蕾。对，但是有一些可能不太方便唱。同学，棒球周报可是合家观赏的节目，儿童不宜的就不方便播出了。而且唱了这么多，对于球技的提升好像没什么太大帮助。我们还是言归正传，看同学们期待哪位球星来莅临指导，提升球队的战力。侯振敏，没你有机会哦。没你有机会。有人说拉米 girl， 拉米 girl 可以吗？喜欢拉米 girl， 我期待。香米，同学你们帮帮忙，猜了这么多位球星没猜到就算了，还给我猜拉拉队，只好给你们一个提示了。今天的老师可是中华职棒23年的年度 MVP 哦。真假的？都是假的。没错。今天的大明星家教就是中信兄弟象的周思齐。周思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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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思齐。快呆了，快呆了！你教我打棒球？看到这么多人在喊我的名字，还挺兴奋的。如果是女生更好。我是世新大学。那我们是乙组的棒球队，我们学校今年就是给我们经费，然后帮我们盖了一个新的牛棚这样子。如果是在普通的地上，下雨天就没有办法练投手了。对啊，如果有红土的话，就是其实穿钉鞋还是可以练习这样。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练打击的地方，真的就是用比较久了，对，但是我们还是很珍惜。今天的教学呢，因为我是外野手嘛，那虽然我手背不是很好，但是要教的话还挺会教。有谁可以告诉我外野的基本，外野手背的基本能力需要哪一些？强肩、速度快、好眼力。强肩。哇，这个我都没有。那像我们外野手比较常出现的球就是高飞球跟滚地球嘛。那所以这两个球的接球方式是较为重要的。谁要示范？你长得很像林哲轩啊。林哲轩。有很多人讲嘛。有。世新林哲轩。世新林哲轩。真的。那蛮像的。你要喜欢周志奇。哎。好，不错不错，算你有眼光啊。我最喜欢这句。好。哎呦，速度挺快的。对，在接球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我们是很用力的在跑嘛。那你快要到接球点的时候，我们是应该把重心再放低一点，然后脚步再放轻一点跟慢一点。那如果我们还是一样维持一样在跑，
跑接的速度的话，通常我们重心会会偏掉，或者是会冲过头了。所以你大概判断说你在那个接球落下点的时候，你要重心再低一点，然后速度放慢一点。基本挡球，外接手挡球，你就是想办法把那个球挡在前面嘛，这很简单，就我们不用想那么复杂，说动作还要怎么样，把你身上有可能会出现的洞把它遮起来。那你是挡下来，你就不能在侧面接，你一定是在正面嘛，正面把它挡下来。在周董指导下，同学们外野接球的能力相信一定有所进步。身为强打者的周思齐更是完全不藏私，将自己的打击 pebble 传授给世新棒球队的球员们。手背练习，外野手背练习练完了，那我们就可以接着大家最喜欢的打击训练吗？像击球座是我平常比较常在训练打击常用的道具啊。打击其实不外乎就是重心嘛，有时候我在练训练重心的时候，我会把球放在脚跟上面，因为我打击的方式是抬脚嘛，所以我会先抬起来，然后让身体平衡之后，然后再做击球。你先抬脚抬起来，然后他，我觉得你大概注意一下你的重心，其他没什么问题。他终于走了，他等他，人家很认真，好吧。在击中球的时候，最好是盯着球，然后等到你打出去之后，那击球点确定之后，然后再看那个球的飞行距离，这样会比较好。好。对。对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你眼睛要盯着这个球，打到之后还是看着这个击球的地方。人家说最有力量的击球方式就是我们自己。手这边有呈现一个三角形的方式，这是最有力的击球点，所以你身体 ，OK， 你就想办法把它击到啊，试看看。哦，有像彭振明哦。经过几个小时短暂的教学过后，同学对棒球热爱的程度可是让周思齐印象深刻。我们就来听听看周董有什么话想对这群同学鼓励的。我觉得大家都很棒啊，然后也很认真，也很爱发问啊，然后有问题都很踊跃的发问啊。然后在技术层面虽然不能跟甲组的拼，但是他们努力的态度是，我觉得是胜过许多甲组的球队啊。跟大明星一起练球很爽。我最喜欢这种球技好、人又帅的，我也往他这个方向迈进。经过周董精湛的指导之后，我觉得我又向大联盟之路迈向一大步。这一集的大明星家教就在周董与同学打成一片的欢乐气氛中下课了。究竟还有哪位大明星会出没在各大校园中呢？那就敬请锁定《棒球学员大明星家教》。